我叫孙同磊，来自中国北京，在 DME 参加成队的比赛。之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们比赛拿过很多次，像 U16 或者是 U17 的冠军，或者是前三名的等次。但我在 DME 我更想再打一次年的比赛，因为 DME 给我了很大的提高，让我在这一段时间内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尤其像投篮这方面。在比赛之前，我们 DME 有很多教练带我们训练，但在这里面我更喜欢跟 Coach Vance 在一起训练，因为他在技术方面还有投篮方面，他对我的细节纠正的非常多，就在一些小细节或者是不规范动作，他会给予我更多的指导。之前我们的数据一直都很不错，我们基本上有很多次都处于在冠军或者是前三的，所以今年我们更想进一步，更加努力一些，然后拿的最可尽可能的去争夺冠军，代表 DME 去打到这个比赛，很高兴。